好吧？不要几千嘞。千，你原来原来不是要一万五吗？一万五不是在一万五，一万五是哪个？讲没讲？那一万五的啊，讲没讲？一个礼拜都上来。那个一万五的，一万还一个礼拜都上来。这多少钱一个？这吗？哎呀，啊，几个宅女？宅女呢？肯定宅女。没得卖可以，卖饱了吧？饱了卖不了，你老帅不的？你了自己感觉不值，付出的太多。就这卖的也费劲。是，还搞了个二毛，这真真这是最上不上下不下，大的小小的都赚得多呀。一千多，一个？那肯定一个呀，肯定两个。这一网估计交三个吧，哪完了？交十来个，这卖的这个六的，你呢？你一千多人，不要两千三千的，天价！真的真的，真的一千多人。我来他们就一千几，你敢去干不了吧？你们是一千九，你们是一千一，你们是一千九，你们是一千一吧？如果差不多你带走，你不不用不合适我带走。知道吗？这俩不能够都不要啊。这三个是母猪，三个有两个母猪，有一个鸭子。这花多少钱一个？还是一千多人。一千多少呢？一千多五百单子呢？你不要我要，那这我没办法了。再加上料钱，再加上工钱，说实在的，哎，我跟你说，起来就这了，老不错。起来呀，起来亮亮相的，这可老实了，很久。我一千多了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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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我给你。那签完了。我这小小的给他是一个，真没得混。